从现在开始起，我们农场马上要把 B 的事搞明白以后啊，调整完。我说过了，爆料革命灭共事业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期，也没有休息，只有调整。马上我们要开始一个什么，把国内的更多人还有国际上人拉入到我们新中国联邦，加入一个我们第一个项的承诺，你绝对会拥有洗联储的原始股终生的，不是不仅是洗币，你会是洗币的发行机构的原始股，就是未来会所有新中国联邦人每一年可能就增发一次股，就是原始股啊，未来上就是给所有新中国联邦人祖宗八辈永远千秋万代，一定会有洗币激励政策，还会有送的啊，就洗币未来还有1000亿个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可能在比如说现在加入的人在明年发那10亿，或者发10亿的时候可能拿出来多少笔无偿的给加入新中国联邦的人送给你。你想想啊，你家房子现在菲菲家房子可能是150万美元，你把你的房子卖掉150万美元，你放在了洗美元里边，7%的洗币给你，你拿你洗币拿到的钱的50%去租房子，是你住你现在房子的5倍大。美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卖房子，美国人是卖房子换房子才是有钱人，只有穷人一住像中国人说老房子，老房子说明你很穷很笨，好不好？